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解答。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乒乓网微信公众号上面这位叫炒不熟的蛋炒饭，他提问说，我正手发下旋球的时候啊，总是发不转啊，发的球过去要么就是奔得很快啊，要么就是没有下旋的旋转，应该怎么办？那么我们之前在全民学乒乓发球片当中有讲过啊，怎么把球发转，把球发转你一定要制造球的什么呢，回旋力。有很多人发不转是用前臂在摩擦，很多人发球是这样的，我来学一下业余爱好者发球的时候怎么发的，前臂去用力卡啊，他可能还会转腰，有的可能不转腰，就这样站着，是吧？有很多业余爱好者发球这样发出去的，甚至有的不卡，直接这样发，犯规的发啊，你可能合力这样发的可能还可以发转，但是稍微抛起来一点发的不转了。所以要把球发转不能用什么前臂用力，前臂只能把球什么发长发奔，要靠什么发球呢，手腕来发球，手腕的抖动来制造球的旋转。把球发转触球的点要注意，你不能什么拍子这样立着去碰到球的中上部或者中部啊，那你发过去肯定是不转的，照球的中下部可能只能劈出下旋，像这种这属于劈出来的下旋球，不属于摩擦出来的。要摩擦出下旋一定要摩擦什么呢，靠近球的底部摩擦这个位置啊，才能把它真正的摩擦转摩擦薄。那很多人啊想发转容易漏球，比如说有些人发球的时候哎碰不到，对不对，拍面平着是吧，你让它平着发好了，它碰不到球，什么原因呢，你不能在引拍和击球的时候拍面都是水平的，你这怎么碰得到球呢，你就算碰得到也很高是吧，肯定会很高。这个动作发球的动作它有点像撬球的动作，它是把这个球这样撬过来的，而不是完全平平的这样摩擦，你这样摩擦肯定会漏，对不对？那正确的发球动作是什么呢，引拍的时候在触球之前拍面有一定的接触角度，而不是完全水平，有一定的触球角度，碰到球以后再调节这个手指啊，再来调节发力，给它底部一个摩擦，这种动作啊，才能真正的把球又发转又能吃住球又不漏球。直拍也是一样的，直拍的这个调节也是手指的哎，这个大拇指的用力对吧，食指只是把它扣住，大拇指和我们后面的这个什么中指来调节拍面的情况，来摩擦啊，来摩擦。好，我们来发几个球大家看一下，就是引拍的时候要注意，为什么发下旋球我不这样准备呢，我不这样去摩擦呢，我是这样先后压。我们看到比赛当中很多运动员是这样准备的，然后抛起来再摩擦，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准备，这样准备的好处是当你球拍拉起来以后，这个拍面现在是后仰这样翻的，对不对，当你拉起来以后在摩擦的时候，这个拍面会自然的形成这种后仰以后和球台成三十度的啊这样一个角度，就自然的形成了这个角度，你不用再去专门的调节拍面了。这样准备好了以后，发完了以后，你看这就是一个弧线，像挖一瓢水一样的这个弧线，对不对？所以准备的时候这样有点后翻，然后抛起来，然后再来做这个动作啊，看到没有，这样发的话这个球很容易制造一个回旋啊，而且拍面可以控制得很稳，这是诀窍。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乒乓球的比赛的时候，你要想一下为什么他这样准备，你看樊振东发球为什么他这样准备，因为他不这样准备
这样准备为什么是发勾式？这样准备为什么是发侧旋、下旋？它是有道理的啊。所以这第二个拍面角度的调节，这种翘的动作，把球翘出来啊。再一个发力的时候，把球发转，这个控制很重要。有很多是手臂，自己手臂去摩擦，你看这样去发，这样发没有办法把球控短。正确的应该怎么发球呢？用腰带动你的手臂去摩擦，肘关节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固定支撑的作用，支撑住我们的前臂大臂不会变形。有些人他发球发不稳，会甩大臂，造成甩大臂的问题就肘关节没有固定好。你看他一发球的时候，大臂甩起来了是吧，这样去发，肘关节在乱动。所以肘关节离身体贴拢一点，尽量的不要让肘关节离身体太远，这样大臂稳定了，带动的时候大臂稳定了，发力前臂也稳定了，拍型也可以稳定好啊。所以肘关节贴好以后，这样发出去。好，这是第三点要注意的。第四点，身体的重心，腰带手抖动发力的时候，重心一定要压低下来。很多人球发不短，发的弧线高，什么问题啊？重心站得很直，他会转腰啊，他这样转腰，但是呢，球发的往往弧线很高，你看这样发出去的，弧线很高，发不低。我们要用身体的重心去压低弧线啊！你像你看，你站得这么直的话，触球点在哪里啊？在这个位置，这个高度。好，你重心压低了以后，触球点在哪里啊？跟我们的网差不多同高的高度啊，所以这是重心的作用。再一个，重心下压的时候呢，在往前下压的时候，可以更好的帮助这个弧线啊，制造这个弧线，球的发力的弧线。好，看一下重心压低下来，你看重心一定要下来啊。这是关于如何把球发转，如何把球发好，如何把球发短的四个要领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您也有乒乓球方面的技术问题，请打开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乒乓网进行提问。